顾老爷，办法想得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李公公，顾家何德何能，蒙先皇恩宠有加，这次选秀老李公公千里跋涉，又百般呵护，这个一点心意往李公公收下。顾老爷，咱家也是奉旨办事。顾老爷，您多礼了。哎呀，对了，听说您府上有一宝图，能否让咱家一饱眼福啊？这个啊，不方便是吧？那就算了，咱家呢就要回北京了，关于戴秀之事，等咱家面成了老佛爷再做定夺吧。来啊，咱们走。李公公请留步，李公公请留步，既然看得起老朽，请李公公一步出房。这真是宋徽宗的真迹，瑞鹤虎啊。宝画呀。二位姑老爷，你们可是立了大功了。哎呀，这宝图可是老佛爷寻觅好久的宝图啊。你们替老佛爷找到了这张图，岂不是立了大功了吗？啊，李公公，这瑞鹤图，哎呀，当然要奉献给老佛爷了，秘而不报，那可是一项大罪。李公公，顾家得此瑞鹤图绝非收藏，而是原先人秀逸的夙愿，恳请厉大人下一时日让顾家绣完绣品，届时老朽亲自带宝图进京呈于太后。哎，这可不行，知情不报，那老佛爷要是怪罪下来，你我可都担待不起呀。李公公定有缓冲之计，顾家理当注意。哎呀，哎，这样吧，这宝图呢，先送给老佛爷预览，然后我再劝老佛爷把这宝图归还给你们。至于戴秀一事，可大可小啊，只要你们让戴秀的女子顶替丁潇潇进宫，可就免去了你们的欺君大罪呀。这可是两全其美之策呀。啊，来呀，把这图摘下来带走。这强盗，强盗啊。爹，爹，爹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
你爷爷就是为这两件事急火攻心晕倒的。爹，你怎么个你怎么能让兰心替潇潇进宫呢？这是唯一的办法。现在兰心替潇潇刺绣的事情已经被樊家吵得是沸沸扬扬了，如果追究下来，欺君之罪谁担当得起啊？那兰心就该当替罪羊。表哥，对不起。这不是对得起对不起的事情，反正我不同意兰心进宫。你不同意？你有什么权利同意不同意啊？爹，从兰心进姑家的第一天开始，她就在我的心上。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那么喜欢过一个女孩子，我爱她。我听人说，一入宫门深似海，我不能让我爱的人到没有我保护的地方去。什么？你说你爱兰心？是我爱的。爹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你不要让兰心进宫嘛。不进宫也可以，那你就把你爷爷你爹捆绑进京治罪算了。爹，兰心，你替潇潇绣的绣服惹了祸了，有欺蒙之嫌，如果朝廷怪罪下来，是欺君之罪。你说什么？欺君之罪？那我该怎么办？你爹说只有一个办法，谁绣的绣品谁进宫。让我进宫？可是我从来都没想过进宫。兰心，我也不想让你进宫的，其实去不去你可以自己决定，可是如果你不进宫的话，我爷爷我爹还有我们姑家就完了。沈家大嫂，请问沈兰心是住在这儿吗？是啊。你是？啊，我是姑秀芳的姑松甫。啊，姑老爷啊。哎呦，您这是？啊啊，把东西抬进去，你们就回去吧。是。哎，姑老爷，来来来来来，放在这儿，放在这儿啊，放好了，早点回去吧。哎，好嘞，哎，走吧。顾老爷，您怎么到我们家来了？大嫂，我是为兰心的事。兰心怎么了？兰心她帮了我们姑家的大忙，我是特意来登门道谢的。哎，她不就是当了十几天的绣工吗？您就这么赏她呀？大嫂，她可不是帮了十几天的工啊，她绣了一幅全镇最好的绣品，替我们姑家争了气啊。这孩子灵气着呢。可是大嫂，这兰心是替我们家潇潇绣了这幅绣品，这绣品要是被朝廷选中，这绣女就要被选进宫里啊。潇潇被选中了？是啊。可是兰心替潇潇的这件事情都已经传开了，这潇潇就不能进宫了，否则我们姑家就是犯了欺君大罪呀。你说让兰心进宫？哎，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。不，我的女儿不能进宫。我们家虽然穷，但全家聚在一起就是福，我不能让我的女儿入到皇宫那种虎牢窝。大嫂，兰心不入宫，姑家要遭殃的呀。那是你们家的事。我求求你帮帮我，我给你跪下。您这不是折我的寿吗？我求你了。您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，快起来。大嫂，起来，我求你了。那我问问兰心吧。娘，姑老爷，
我同意。好姑娘，姑家谢谢你，真是谢谢你啊。哦对了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兰心姑娘。顾老爷请讲。我的女儿孤纯元在宫里，你把这张银票带给她，说我们孤家有幅瑞鹤图在宫里，让她花些银子去找一找。我记住了，顾老爷。大嫂，请问一下，这下河村有几家姓沈的呀？下河村只有我们一家姓沈，是外来户。生了，生了，老爷。怎么样，男的还是女的？恭喜老爷是个千金。要一个男孩。哎，我有办法。老爷，巧了，今天下河村豆腐婶的老婆生子，我去接生就。我什么都不要知道。他们家知道吗？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永远闭。放心吧，从今以后你再也见不到我了。老爷，您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娘，娘您别这样。你想啊，其实进宫不是件坏事，是吗？你看娘。兰心儿，娘舍不得你。在家里虽然粗茶淡饭的，可是一家人在一起安心。娘一进宫，娘想见一面都难的。顾家大小姐进宫十几年都没有回来过。娘，您看您说什么呢？人家都说秀女进宫3年之后就可以回家的。娘，您知道吗？我进宫之后，人家还给我们发银子呢，到时候您开个豆腐坊，雇一个工人，您就不用每天早上起来磨豆腐受累了。我的好女儿，别哭了，娘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娘，今天晚上我跟娘睡好吗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们顾家又让你去替他们受雇？哥，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是我一开始就做错了。兰心，你就是不去，你就是不去，看他们把你怎么样！不行，哥，我已经答应人家了，我说到就要做到。兰心，皇宫是什么？皇宫里到处都是陷阱，到处都是深渊，是一进去就出不来的地狱啊！不行，我不能让你去。哥，我知道你疼我，舍不得我，但是我没有选择。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你要照顾好娘，娘身体不好，
照顾你自己。你应该高兴啊，我走了以后就没有人让你帮我修东西，帮我借东西了。兰心，潇潇，兰心，是你救了我，但是我却害了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潇潇，别这样。我愿意的，我愿意这么做。没事，别这样。既然兰心已经进宫了，那就让我做您的女儿吧。娘，潇潇，起来吧。爹，顾家人不把瑞鹤图找回来，就不算顾家子孙。爹，爹，爷爷，爹，外公，爹，爹，外公。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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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
船了。兰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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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到这只笛子，就等于看到我。收起来吧。连月，连月，你要躺着，你刚才晕过去了，你要好好休息啊。不，我要出去，我要我的女儿，我要兰心回来。兰心进宫了，她不可能回来了。又是你干的好事，是不是啊？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。你知不知道，她是你的亲生女儿？知道，每天在他们家的时候，你知道她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还要把她送进宫，你害了一个还不够吗？我这也是无路可走啊。如果民不服时，那就是欺君之罪。可是萧萧不进宫，就是违命抗旨，所以我只能把兰心。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全家上下都这么瞒着我。我知道你那么喜欢兰心，原来我以为你是想女儿想的。可是那天我问过沈家大嫂之后，我才知道兰心是咱们的亲生女儿。那个时候我才明白，你想要认她做女儿不是幻觉。可是这一切都太晚了。不是太晚，是你自己有私心。是，我是有私心。可是我一想到兰心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把她送进宫也未必是一件坏事。可是后来我又怕你知道了会吵闹，为了你的身体我才让全家人瞒着你的。顾松浦，我恨你。Thank you.
哎，你是谁啊？你呀，在这里干嘛？别犯傻。我犯什么傻呀？你在这干嘛呀？我又不认识你，你走开啊！哎，我是护军营的，我的责任是一路上保护你们安全到京城。我不安全了吗？我站在这儿挺安全的，你突然出现，我觉得不安全。那你怎样？我看你站在这老半天，蛮有心事的，我怕你想不开，怕你往下跳。所以我才……所以什么呀？你就冲出来跑到我面前吓我一跳吗？你以为你自己长得很漂亮吗？我长得有那么难看吗？挺难看的。你呀，长得那么好看，我最怕漂亮的人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长得挺难看的，还挺不说话的。那我就告诉你，我叫沈兰心。我叫裴子东。我还没问你。不过名字挺好的，挺响亮。好，要不今天晚上喝点酒。干嘛喝酒？有人夸我嘛，还是个漂亮姑娘夸我，说我名字好听，怎么样也得喝点酒庆祝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姑娘，外面风大，请进。好。这些秀女有没有没有孝敬的？公公，规矩咱就不说了，但谁都懂得按规矩做事，多多少少都孝敬了，只差两个。哪两个呀？沈兰心，樊绿珠。哼，不懂规矩。要不公公您给他们提个醒儿？废话，这点小事儿还用杂家栋嘴皮子吗？秀女樊绿珠给厉公公请安。啊，是樊家的大小姐呀。哎，有事儿啊？是这样，公公一路带我们进京非常辛苦，绿珠心里过意不去，一点心意，请公公吃个早晚茶点。啊，到底是大户人家的闺女，就是懂得规矩。好，咱家收下你这份心意啊。还请厉公公以后多多关照啊。只要你听咱家的话，好说啊。公公您歇息，绿珠先告辞了啊。就剩一个沈兰心了。啊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。哎，我叫姚依依，大家都叫我依依。你呢？我叫沈兰心。她呀，她是乡下的野丫头。樊绿珠，你不觉得你这样很无聊吗？不，我觉得很有趣儿。
厉公公，咱们的官船先停在天津码头，站不回京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这宫里发生了大事，皇上变法变到太后头上了，太后一怒之下把皇上关进了瀛台。这个小皇帝胆子也忒大了。公公，那这帮秀女怎么安顿？哎呀，这样吧，你安排护军营的士兵护送秀女进天津府。这哇，这么多漂亮的衣服和首饰啊。这算什么？我们家一个屋子的柜子里全都是好东西。真的？嗯，你家可真有钱。依依，你喜欢什么我送给你。真的，谢谢绿珠姐姐。哎，你们都喜欢什么都可以送给你们。哎，我们来看看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哇，真好看啊。这么多。是啊，你瞧这个。这个小姐姐，这个真好看。这个发簪也不错。你瞧，这个还有戴这个好看。你不挑一件？哎，给我看看那个。不用了。哇，这好看。你看你，连个镯子都没有，你就不嫌寒酸？如果你们觉得我寒酸的话，就不要理我嘛。哼，等我们光鲜亮丽的走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你可就惨了。惨就惨吧。给你们这些进宫的秀女接风，你们一定要懂规矩、守礼，不得缺席，不得中途退席，不得吵闹，不得失礼，违规矩者罚。可是厉公公，我不会喝酒。不会喝酒，学着点。可是厉公公，我们是秀女，为什么要陪人家喝酒呢？秀女怎么了？你是千金小姐呀。我告诉你们，人家知府大人这是礼贤下士啊。啊，不对，是礼贤下女。今天你们就是千金小姐也都得给我去。算了，去就去，反正我们进宫是要伺候皇后太妃的，他一个五品知府能把我们怎么样？大不了就喝几杯酒嘛。看看，还是绿珠姑娘上得台面呢。可是即便是请客，也要问一下我们的意见吧。不行，要去就得大家一起去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对，绿珠说得对，你们都得去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你们谁要是今天跟我过不去的话，那我就会让他一辈子过不去。你们都听好了，我说话是算话的。开心一点，咱家先行告退。来来来，喝喝。我喝一杯可以，但大爷您要喝双杯。双杯就好，双杯吧，喝吧。吃，来来来来来，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啊。
哎呀，嗯，今年多大了？哎，啊，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喝口酒，喝口酒。我不喝酒。哎，来吧你。哎呀，只要你呀、啊，只要你留下跟本府做妾啊，嗯，哎。知府大人，请你放尊重点。你胆子不小啊，敢冒犯知府大人？是他先冒犯我的。哎呀，你是皇后啊，还是贵妃呀？啊，敢说知府大人冒犯你？啊？我们是秀女，也算是宫里的人了，他不应该说让我做他的小妾。知府大人，那是玩笑话，你也当真呢？他说的不是玩笑话，他说他跟厉公公你商量好了的。你胡说！我没有胡说。还敢顶嘴！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住口！嗯，掌嘴！这厉公公真的千万不能得罪啊！兰心，醒一下，来了，喝点水。那我带了馒头给你，吃一点吧，拿着。慢慢吃啊。妈妈以前也是这样的，我吃噎住的时候，她就这样帮我。你没事吧？啊？那裴子东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你给我送吃的，你不怕被他们发现吗？厉公公带着喜欢的秀女出去了，他还下令任何人不准给你送吃的，不然要受罚。那你还给我送？我不一样啊，我不怕他，我没错。我觉得厉公公他们太凶险了，我们是秀女，为什么让我们陪酒呢？明明是他们错，还要罚我，太不公平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，其实你真的很了不起，如果是一般的女孩子早就屈服了。可是我觉得厉公公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哎，兰心，你吃吧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不然有人看到了你又要遭殃了啊。嗯，这个我先拿走了，不要吃太急啊。
这个沈兰心，你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，这一套收买人的伎俩你倒是学会了。我封你为我的贴身女官，御花园的暖庆阁我也赏给你住。你有喜欢的男人吗？有，他叫传明。秀高山，山清水长川，儿秀明月，清风一片雨，三秀白花，引得蝴蝶成朝霞，四秀天涯，道不尽沧桑变化。多少光阴流转，恩恩怨怨的往事，却依然浮现。我用我的情感与思念，绣出你的成长和眷恋。一个百年不变的云。